那个都是他用手织的，你现在的八卦网都是用机器做的，但是他用手。艺术家重现近乎失传的阿美族八卦网编织，小朋友看得又惊又奇。43位来自富冈国小的学生，平常在外活泼开朗，第一次走进美术馆，对于眼前所见的漆料画作、木舟彩绘，还有人像摄影，充满好奇，也对艺术有了进一步认识。我感觉到很特殊，可以用漂流木跟其他一些材质来做出各式各样的创作，我感觉是开启我对艺术的一些好奇。以前都是在外面而已，然后现在第一次进来，就是觉得他们画得很厉害。开拓学生艺术美感视野，台东县文化处推动来美术馆做客计划，连结教育部一起来寻美资源经费，广邀偏乡国小师生走访美术馆。今年首场参访行程，媒合以阿美族学生为主的富冈国小，参观原住民艺术家优媳夫创作展，启发学生对文化的认知以及艺术的创造力。在媒合这个学校的时候，也会针对我们展览的特性来去邀请这个学校的学生，尤其是像富冈，他们有很多是阿美族的，也许就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，或是说一些鼓励吧。来美术馆做客计划鼓励学生体验艺文场馆，培养接触美感场域的习惯。从4月起到11月，预计将安排15所偏乡小学生走入美术馆观展，借此弭平城乡艺文资源落差。原视新闻，资本台东市采访报道。